高高的山哟，长长的河，嘿嘿哟，咿哟喂。街上的怪事儿多嘛，哦哦嘿，一个一个又一个，哦哦嘿，七根也能把狼旋嘛，一波一波又一波哟，哎。就扎在回水头喂，哎呦喂，一会儿新开张那个馆，新开张那个一会儿啊，一会儿还没见过哈。商言说得好，有病治病，无病防病，看起耍嘛。我没得病，你看我看是病嘛？看一下嘛。我看你才有病哦。我神经病。你刚到我那个店儿来，以后啊，好生学。好。你把店儿给我倒好哈。好。嗯。嘿，你那儿站着干啥？个人瞧不起个人嘛，没啥子嘛。连个人老汉儿都瞧不起的人，你有啥子出息啊？老板，你说的哪个哟？哼，我说的哪个？哪个心都明白。嘿，你还在那儿鬼头鬼脑的站着。滚走滚走滚。哎，刘老板生意好哦。刘老板，刘老板，刘老板生意好啊。伙计，把你家老板请出来呀。我们老板刚刚出去。哦，哎，你家老板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恐怕哈吧哈儿回来不到哦。哦，哎，先生，你找我们老板啥子事啊？啊，当然是生意上的事情嘛。哎，请你把我跟你说的话给你家老板带到，你带不带得到啊？啊，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客人说，你现在跟我说，等我们老板回来，我再跟老板说，是不是嘛？客人啥子话，我一定带掉，哦，一定带到，一定带到。我是下江来的客，要在你们这个木火铺啊，根据那个啊，就那个。一千个水瓢啊！啊，一千把水瓢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要没有木把的那种水瓢啊！还没得把把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个没得把把的水瓢，
你拿去做啥哟？我只有妙用啊，要派大用场啊，要赚大钱呐 啊！只要你们做工做的把戏，我可以比市场价呀高出两成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那当好哦。哎，只不过哎，我们做好了，哎，你又不来拿，哎，这个卖爸爸的水票，我们拿去卖给哪个哟？啊，这个，哦，我先拿2两银子给你做定钱嘛啊，3天过后我来取货，你放心了吗？好好，你放心，好，放心，放心，货轮巴适得很，巴适得很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住到哪点喽？东街，原来开展呐，原来开展。先生慢走，先生慢走。老板。哦，客官，你写号吗？你是写上官房吗？还是下官房啊？哦。哎，老板，我问一下呀。你们那个地方住得有下乡来的客人没得？有一个下乡客人住在楼上，哎，你要回他吗？哦，不不不不，我查黑的时候来请他宵夜。啊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号都不忙写了哈，哎，我等一下再来，我有点事哈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啊，慢走啊。哼，有那个巧，硬还住得有个下乡客人。啥子？他要1000个买爸爸的水票啊？哎，老板。别个是交了定金的哦。哦，交定金的啊？哎，嘿，那我都放心了。哪有拿钱在打飘飘耍的？哎，他要1000个买爸爸的水票。哎，他拿钱做啥子啊？龙哥，长生，你到越南客栈去打听一下，问一下到底有没得个下江来的客人。好，龙哥稳当些，快去嘛。好，要得，要得。哎，老板，老板啊！请问你们这里住的一个下江客人没得哟？有啊，嘿，第二人是阿姨，好几拨人来找他哟。哎，你们老板是不是请他去吃宵夜啊？宵夜？哎，天还早噻。哦，这过几天生意做成了，我们老板当然要请他吃油炸哟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好，哎，慢走，哎，过来耍。哎，哎，下江客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刚才啊没回来，有2泼人来找你哦。一泼呀，是请你今晚上去吃宵夜；另一泼呀，是请你过几天去吃油炸哟。啊，请我吃饭？哦，还是2处？哎，你朋友多，熟人多哟。那他们有没有说是哪2处啊？啊？没有说，我认不到。莫名其妙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确实越南客栈住的一个下江来的客人哦，确实住的一个下江客人啊，哎，他真要1000把水票，哎，对头，还是买爸爸的，哎，对头，对头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那我都放心了，哎，龙哥，长生，哎，你马上到库房去清点一下，看还有好多水票，全部把爸爸给我拒了，好，好，要是不够的话，马上请几个匠人。连夜挖票赶工，好，一定3天之内把票给我赶出来。好，哎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要得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下发财了哇！加班加点的给我聚，3天之内把票给我赶出来，快点！嘿，钱书敏，安小兄，哎，请请请！哎，钱兄，你是啷个把我找到去的？我到那里就听说有个姓安的年轻人在此地开了个医馆，我猜想是你，果然是你呀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
安兄啊，你可尝时宜，然而时宜不时知，投笔金从一，可喜可贺，可亲可敬呐、啊！钱兄，你冒啥子酸水哟、哦？我还不是我的老汉儿，把我扫地出门，没得办法，为了吃饭才跑到那个地方来开个医馆。哎，钱兄，你是啷个跑到我们巴县来的？还不是为了道良么？此地有户人家要聘先生，教授几个蒙童，我才有缘和安秀兄相聚呀。以后遇有啥子不顺心的事情，才好有个知己摆摆龙门阵呐、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好。钱兄，我安世民儿虽然是个牙尖舌快的人，但是自认还是没有做过啥子过恶事。嗯。哎，可尝时宜，现在情场又失意了。命也，运也呀、啊，命也，运也，我都认了。世道污，官场污，我安世民儿都是不准他那个污。我现在呀，再也不想那个样子过了。不想那个过了，想那个说到那个说，想那个做到那个做，想那个办到那个办。安兄，我初到巴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哪敢欺负我、啊，我都给安兄讲，你去帮我出口气。哼，说到出气，我现在呀、啊，都还正在找人出气。找哪个出气？嗯，好。哎，长生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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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板儿，那一千个买爸爸的水票全部盖好了。哦，你可以去通知那个下江的客人来取货了，那是样品，快去嘛。哦、要得，要得，去去。哎，我把门口给我挡到去了噻，你过去点儿。老板，老板，请问下江客人在不在？哦，找下江客人说。哎，下江客人，你正好要出去哈？哎，有人找你。哪个找我？哎，都是个小伙计，找你好几回了。你找我做什么？你们在我们那里订做的1800美得爸爸的水票已经做好了哦。快去提货，这是样品。我订做的1800水票啊、哦，而且没有爸爸。哦。什么时候？哎，都是给你录的那个，嗯，爱国子下江人的嘛。什么爱国子下江人？就我一个嘛。哦，对头，他是一个人住到我们店里头的。莫名其妙。搞什么搞？哎呀，你哭啥子嘛哭？你还要哭？哎呀，你能问清楚吗你？哎呀，1000个买爸爸的水票，我卖给哪个嘛？你还要哭？我，哎呀，不像是哪个，他能那个整人咯？妈妈跟你说的话你不听，你是一天恼火得很。哎呦，大爷看病了。哎哎，哟，是二娃呀。二先生，二先生，请我们二娃号个脉嘛。来来来，把手杆撑到那个小枕头上面来。二娃，哪些地方不好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不要紧，那娃儿是外感风寒，内伤饮食，我给他开副单子，吃两副药都好了。好，要得要得。哎呀，来，大嫂。二先生，好多没的钱呢。嘿嘿，二娃看病分文不取噻。二娃，病好了来耍哈。二先生，那都多谢了。啊，没关系。二娃，快说，多谢二先生。多谢二先生，哎、好好好多谢二先生，那我们就走了哈。好生吃药哟，哈。走，二娃，好，再见哈。好好好。安兄，哟，是钱兄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哎，那是啥子哦？烟台。耶，钱兄今儿啷个的？好像见了骨子换了康一样哎。安兄，哎，快莫说了。说起都气人，嘿嘿，要说都开口，不说啊都免谈。
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安兄，是恁个回事儿？哎，你不是说你不说的吗？不说也要说，你个人说的，要是有哪个敢欺负我，你都去给我出气。哎，你今儿兑不兑现了？安什么说了的话，从来是要兑现的。有啥子话，坐到慢慢说。你说哪个欺负了你？说起来呀，气张人。他不说呀，又在里头攻来攻去的，硬是不舒服。哎呀，慢慢说嘛，慢慢说。是恁个的，一个月以前，我母亲病重，手头实在太紧，没得法，就把祖传的一方端砚拿去当了。哪晓得，我今天去取烟，他居然拿那方瑕疵砚台来搪塞我。我就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说你当时当的都是那个噻。你看嘛，奶奶，当票上面明明写的是救烟一方，把我气得没法，又打不出喷嚏。安兄，我那方端砚有12个眼儿喽，至少也要值1200两银子哦，都能够遭人骗了。我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是不是那个来旺当铺？都是那个当铺，老板叫啥子？陈来旺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头对头，都是他。哼，欺负到我的朋友身上来了，不给他吃点辣子汤，他不晓得我安世民的安，宝盖在上面埋在脚脚。走，找他去。你把眼睛吓穿了吗？走路看到噻，按到我的鸡爪。哪里是我按到你那个鸡在抓嘛？明明是你那个鸡撞到我身上来了，我抓它啥子？抓它？哦，我的鸡自己跳起来让你抓的啊，它又没有疯。哎，明明是你在给鸡关白山里，鸡在关怕了，才飞起来乱跑撞到人的噻。好了，滚走滚走。耶，哥子，关得巴适，关得安逸，过分了点噻。白山里也要当鸡肉卖嗦？现实管得宽。常言说得好噻，大路不平旁人穿噻。哎呦，你看那个鸡哟，金子灌得个撑劲儿撑劲儿的，好造孽哟！哎，你恁个心痛啊？未必公的是你爹，母的是你妈吗？哎，良心绝人呢？绝！绝的话是亲的，管人闲事受人磨，不管闲事得快乐，劝你闲事少管，走路撑着。哥子哥子，你要耍子吧？今天啊啊，耍耍耍耍耍，你凶你凶，我凶不了哪个嘛，哪个嘛？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我们走。我跟你说，钱兄，你念他那个事情，我等一会儿去跟你办，你先帮我一个忙，帮啥子嘛？那个鸡贩子太可恶了，我要收拾他一下。好。哎，哥子，你那个鸡蛋卖不卖哟？哎，哪个不卖哟？哎，哪个又是你哟？哎呀，你那个人做生意一凶二恶的，本来都不想照顾你，但是我在场上看了一圈，还是算你个鸡蛋新鲜一点。哦，算的是货，减好多嘛？减200嘛。耶，还是个大买主啦。减到哪里嘛？减。哎呀，糟了，我搞忘了带男的了嘛。啊，恁个恁个，哎，先减到地上，等一下我把衣服脱下来包都是了。哦，也要得，也要得。来嘛，减嘛。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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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
哎，你把我的鸡拿到哪去？我的鸡啊！你的鸡，我的鸡，我拿去走了。你给我慌了！哎呀，我的蛋打烂了的嘛！你看那个那个。
办嘛？那个啊，我的姐，哎，那是我的姐，你拿我的姐的钱啊？哎呀，那个大，我的天哪，哎，哎，你凭啥子拿我的钱？哎，莫拿莫拿，哎，爷，看你娃不出一副读书人的样子哇啊，应当会吃点毛炸呀啊，明明是在我那里抓的鸡。一转眼就成他的了啊！你讲不讲道理哦？啊，是我的，明明是我的，个人屋头喂的。耶，你娃哎，啷个啷个啷个？啊，我来帮你们两个断个公道，要得不？你，我说两句噻，帮你们断道理，懂吗？你们两个各自先说一下，给鸡喂的是啥子食儿，然后再找把刀来把鸡杀了，数字打开。一看都晓得了噻，大家说要不要得？对的，要得。刘队长，好，大家对头，对头，对头，对头。我，警察，你先说，你那个鸡喂的啥子事呢？我喂的包谷梅胡子。包谷梅胡子，哎，哥子，你那个鸡又是喂的啥子？我喂的，说嘛，白山的。白山，哦，鸡喂的是白山的哈。来来来来，我来当棍凶手，看看他究竟吃的啥子，看到哈。来来来来，把刀借一下哈。看到哈。哎，对对对，是白山的哈。你们看到，你们看。白山的，白山的。我的鸡喂的都是白山的，我的鸡一哈喂的都是白山的。耶，你娃还想吃我的炸哈？啊，对的对的，那个鸡看来是老哥子你的了啊。秀才，你认错了鸡，输了道理哦。嘿嘿，那个鸡是你的。哦，对头，全得你今天来断了个公道，要不然的话，耶，我的鸡遭杀了的嘛，我遭是本了的嘛。哎呀，不像恁个样子，又啷个断得到你的阴道的呀？那我白生生都遭一只鸡哦。啊，那个没关系嘛，我再出个好人，捡个脚子嘛，就把你那个死鸡卖给我算了。不过有个规矩哦。死鸡半价哈，嘿，看到啥的啷个是死的哦？我不干，不干呐，嘿嘿，不干就算了。哎，回来，奶奶，拿去嘛，半价哈。哦，来，钱儿拿到。哎，哥子，个人做生意噻，卖鸡噻。哎，各位乡亲，来买鸡呀、啊！买呀、啊，买为了白山里的鸡呀、啊！哎，买鸡不？啊，你们买鸡噻！哎，买噻，来买鸡噻！鸡贩子，鸡贩子，鸡贩子，你少来那一套，还买啥子鸡哟、哦？你管那么多白山的，还能把我们呐？哎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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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哎哎，那个。哎，没对头啊。药师，哎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一条加工。哎，请问哪个师傅？一鸡三吃嘛，一半红烧，一半白砍，另外再炒个鸡杂碎儿，给厨房说一声，味道弄好点哈。哎，要得要得。钱兄，现在起要你的锻炼，走，来一碗汤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让哈来。哎，都是他，都是他，当铺老板陈来旺，都是他骗了我的砚台，真的。晓得，等一下儿再说。哎，先生不是说哟，还想凭那门手艺找饭吃？我问你。花得香不香是哪个说了算？客人说了算噻。我说花得不香，你都不收钱咯？只要你说不香，我都不收钱。不香，点儿都不香。你说花得香噻，不香我就撕了。不香啊！你老哥，哎，莫莫生，莫莫生，老兄，发脾气了。陈老板，你说那个花不香啊？他不是我，当然不香噻。哈哈。那你就在那个香上面写几个字确认一下呀。写啥子字？香不是我，写了都确认了。他本来都不是我，写几个字有啥子嘛？写嘛。香不是我。
这个一个扇子吧。好，没得你的事了，你可以走了哈。啊，好，再会。老兄，你那个画儿要卖点高价钱喽啊？看到。啥意思？卖高点钱。哎呀，写啥子？老兄，来举高点，大家看。见笑不是我。你啥意思？你扯点怪哟，白给的纸，白给的画儿，你又说不强的，关你啥子事哦？啊，老兄老兄，举高点，举高点。见笑不是我。不是你是哪个？就是他噻。都是他噻，剑香不是你是哪个嘛？就是你，莫来了嘛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剑香不是你，你给钱做啥子噻？我买。对，我买。他要买了。老兄，他说他要出钱买哟。哎，你卖不卖哟？剑香不卖，不卖。对了，我出二两银子，二两银子哟。不买不买不买。二两不买不买不买。我出五两，五两喽。耶，陈老板，当铺都开得起。五两银子都拿得出手买啷个哟？用手拿不出钱，那个像恁个见个见像，少了二十两银子，怕是买不到的哦。必须二十两。二十两都二十两。对了，咱还是二十两。那天拿去。拿了。先生，再说你一点小意思。老兄。啥子意思哦？想说我吗？我安某人借了你一文钱，我安某人就不止一文钱了。请问安先生大名？鄙人安世民，告辞了。安世民是他呀？久仰久仰。他都是安世民了？是噻，他是真人大王的嘛。哎呀，烫得巴适，烫得好。烫得巴适，烫得巴适，烫得巴适，安兄。那该去要你砚台了噻，慌啥子嘛？哎，把鸡都弄好了，走去把鸡吃好来。已经三次来喽。好好好。动筷子噻，吃噻。怎么样啊？来来来，干。钱兄啷个的？是嘛？你那个事情今天不大都也好办，是你个人说的哦。你看到的噻，今天才去找那个陈来旺，收拾了他一盘。如果现在又去找他，别个不明真相的人还说我扭到他闹，想吃他的炸钱儿。来，干，那你好久去找他呀？难说，你那个事情确实不大都也好办。说谎话呀，你个人拍了胸口不作数嗦。你吼啥子嘛吼？如果我们现在都去找他要那个端脸的话，他说都是那个破脸，除了你以外又没得其他证人的，你喊我啷个下台呀？哎呀，钱兄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保证尽快就彻底的回销。喊他规规矩矩的把端脸拿来还给你就是了，是不是？不行了，告了都晓得嘛。掌柜，来当东西。哎，你那是啥子东西哦？啥子东西？玉石菩萨噻。啥子玉石菩萨哟？你这明明是石头土地的嘛！你先给我磕到再说，先给我磕到，先给我磕到，免得搬起重。
好好好，你先转起了。好，要得。掌柜，你说那个东西是啥子？石头土地噻。你是不是货哟？石头土地都说起来了个。我跟你说，那是九州国传来的玉石菩萨，晓不晓得？你看到他粗格格的，你都没当是石头说。跟你讲，在外国那个粗玉比细玉还要管钱些，晓得不？快点当哦！还不当？不当说？还就是不当。哼，硬是不当吗？还说不当嘛，就不当嘛。好。哎，各位乡亲，大家都来看喽！恁啊大个来往当哦，硬是不是宝啊？大家看嘛，那里那里那里，那是我祖传的玉石菩萨哟。我也是出于无奈呀，今天才来上当的。哎，各位，以前呐、是没得上当那句话的哟，自从有了当铺过后啊，都有上当那句话了哟。二哥，真的啊？那不是啷个？我跟你说嘛，你要是啊拿一床新包单来当的话，嘿，他给你写成啥子？他都给你写成破布一张。哎，是噻，是噻。如果拿的是裘皮袍子来当的话，他给你写成啥子？写无毛无面缺领少袖狗皮一块。哎，跟你们说，还有哎，如果你拿的是一方锻炼来当的话，他给你写成啥子？他给你写成是瞎死破脸一方。外打当铺联名的人写的字啊，尽是些鬼话套符，除了他们，个都认不到。对头对头，哎，本来该值100两的东西，他拿10两银子就算对得起你了，还要收你2分的月息。哎呀，2分的噻，那个太多了。哎呀，今天我也是祈祷等到钱用才来上当的噻。哎，大家看到没那块招牌嘛？叫来往当，来往当，啥子意思嘛？就是喊大家鼓起眼睛来上当，来上当哦。还是那个意思嘛？来来来，来一下那个要的，那个哪个要的嘛？炒啥子？炒啥子嘛？哦，原来是二先生说，你今天来有何贵干呢？哼，当玉石菩萨。老板，来来来，你来看嘛。这个明明是石头土地，看清楚哦，石头土地，大胡乱说。二先生说他是玉石菩萨，他都是玉石菩萨噻。陈老板，你还算是识货啊？哼，哎，老板，这个东西点儿都不值钱喽。哎哎，你敢说菩萨不值钱呐？你不怕遭雷打呀？二先生，你准备当好多银子？当多当少都无所谓，我主要是看你是不是宝啊。只要你肯当，那都可得平。那我当你2两银子如何？耶，陈老板，2两银子，哎，这不太少了点喽？哎呀，少当嘛，少输噻。嗯，好嘛，2两都2两，我也不和你个争了。我就算吃亏买了一个便宜，能哦，写当票来。哎呀，这点东西还写啥子当票嘛？二先生你放心，2两银子你只管拿去用就是了。你把我说熟了你啊？你问我安少爷是在吃你黑钱说？哼，不是不是，看到我做啥子？写当票。哎呀，我晓得你们写当票的规矩，那个明明是玉石，肯定是要写成石头的噻，无所谓，随便写，随便你啷个写。二先生，这是当票，银子。那好，那好，如何嘛？如何嘛？来，石头土地当银2两，哼，2两，2两到2两，无所谓。哼，不识货哟，不识货，不识货。二先生慢走哈，不识货哟，改天来耍哈。哎呀，哎，硬是找他扣了2两银子哟。你啷个撑起眼睛在吃亏哟？哎呀，
色彩免灾，你还不晓得说，他都是那个安世敏，懂吗？哦，他就是那个整人大王安世敏啦。哦，难怪不得。哎呀，幺妈儿来了，幺妈儿，你快点下来哟。哎，老板，啥事？你快点把那个东西给我抱起甩了。哦。甩远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老板，硬是要去甩了呀？那不甩了啷个啊？哎，万一他要来赎当，又啷个办呢？他来赎那个东西个屁呀！他的是在烤我的顶锤儿，快点抱起甩了，我看到他都长眼睛。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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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点，甩远点儿，甩远点儿，快点拿起甩了，快点儿嘛，快点甩了。哎呀，你啷个那个笨嘛？哎呀！哎，二先生好，二先生好，二先生好，二先生，好好好，二先生好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啊，来来来来，还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，酒钱不收了，成天吧，你把话说清楚嘛，是酒钱不收我的，还是酒钱不收我的哦？二先生，你想成天忙帮你付账啊？除非在大街上抓一个拐门来还差不多，是不是嘛？懂得起。他那句话呀，硬是点到你哇穴道上了哦。拐门嘛，哪个不喜欢呢？哎，走了。好好好。哎，哎呀，安兄，你坐到那里干啥子啊？怪了，那个酒馆不坐到，未必弄来站起啊。哎，你答应我的事啊。哎呀，弄鬼鱼了。我跟你说，帮中一桶，把我累惨了。来来来，你啷个整的哦？慢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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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儿女。等一下儿到了来往当铺，你都晓得了。哎，我马上就去嘛。好，走。哎，花生米来了。哎，幺师，嗯，跟我晨到一下儿哈，我半个时辰都转来喝哈。要得，好好好，慢慢走哈，二先生。哎哎哎，快点嘛，好，走走。掌柜，取东西哈，那的当票二两银子都这个地方。哎呦，二爷，你要赎当啊？嘿，取当赎当，天经地理的事情，快拿东西来哟。哦，好好好好，你稍后，你稍后哈，哎，你稍后。嗯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安世敏又来了啊？他又来当啥子？硬是吃顺了嘴儿嗦，不是的，他来赎当啊，他来赎当啊，快点给我喊幺妈儿，喊幺妈儿，幺妈儿，幺妈儿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老板啥事？那天我喊你甩你那个土地菩萨耶，哎，你喊我甩了的嘛。我喊你甩，你都拿去甩了。我喊你去死啊！那我都不得干了。哎呀，你啷个恁个笨咯？快点去给我找回来。哦。幺妈儿啊，有事出去啊？哎。哎，是二先生啊，你来赎当哈？哎，赎当，
我正派人到仓库头去给你找。哎呀，仓库大，乱东乱西的不少。哎，你放心，一哈哈儿就给你找出来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你还站到做啥子？泡茶噻。好好好，快点儿。泡茶泡茶。哎，请问，啥事？你看那个菩萨没得？土地菩萨。土地菩萨没得，土地面嘛，哪个活得那点嘛？那个是神戳戳的哦。哎，陈老板，是哪个李三？快了快了，他去早起了，一哈儿都来。搞快点嘛！你们喝茶，你们喝茶。陈老板，哪个李三？一哈儿都弄了。哎。老板，东西，东西没找到。哎呀，你啷个恁个笨哦？陈老板，你过来嘛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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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估计那个东西是遭哪个捡起走了的个。你，嗨，哪里有啥子事情瞒得到我安世民的？我跟你说，我那个价值连城的西洋玉石菩萨。肯定你是拿不出来了的了，哼，啷个说啊？啷个说啊？今天你二先生啷个说，我们就啷个办？哎，十两二十两，你随便喊都是。十两二十两，你说得出口哦？我那个东西是价值连城的金不换，哎，就是把你那个当铺赔给我吗？我也不得干嘛。耶，二先生。你那个胃口也未免大狠了点儿嘛！啊，恁个办，我汤都找你汤头了，有啥子办法？老九，哎，拿五十两银子给他。啥子哦？五十两银子啊？可不平喽，可不平喽！一百两顶往了天噻！我们要拿份端严。哦，你好像是那个明说。他就是找你把他那个端链打来吃起了的那个钱先生，我的学友钱汝明，你要不把他那个端链还给他的话，你就是挑一条金子来，我也不得干，除非你把我的原物玉石菩萨还给我嘛。哎呀，我啷个都没想得起呀，钱先生。哼，你福气吃多了，当然都想不起了哦。哎呀，钱先生。你是二先生的朋友吗？早点说不都可平了噻，何必麻烦二先生亲自跑一趟啊？哎，老九，把那个端砚给钱先生拿出来。哎，拿去拿去。哎，是的。哎，你看是不是那个？哎，是是是，是啊。哎，哎，慢走哦！哎呀，老九哎，我今天遭亏惨了哦。安兄，别个说的是真人大王，其左还不行，看来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我要整人容易容易，人要整我难得难得，只怕把口说得太满了哦。哼，钱兄，整我的人呐、啊。还没生出来。哎，二先生，站到。哟，是二娃呀。哎，二先生，你来脚前头的路，我们挖了个坑坑，里头还挖了料的，要走里吗？就走这边哈。哦，要走这边了，要走要走要走。嘿嘿，你几个娃儿想整我啊，还嫩了点。钱兄，兵法云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何况堂堂君子须当走正路，我今天啊就偏要走中间。哎，走正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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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兄，看来整理的人呐，个大个都生出来了哎。那个有啥子嘛？娃儿家个嘛，让他们高兴哈，免得扫他们的兴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再说童子尿，嘿嘿。还是药药，站得还好些，哎，站得还好些。哎呀，二先生，跟你说实话，你个又不听，那怪哪个呀？嘿，安逸了噻，舒服了噻，高兴了噻，你还可以提劲儿咯。都说整人大王安世民都在里面整了哦。哎哎哎，咋整呐？咋整呐？
西装。